陛下，这就是大破黄金的刘备。刘备？刘备，你的祖先是？臣是中山靖王之后孝景帝之玄孙，刘雄之孙，刘弘之子。啊！来人，把皇室的家谱拿来。是。启奏陛下，按照家谱所示，刘将军乃是陛下的叔父。啊，叔父？朕还有这样的英雄叔父，朕实在是没想到啊。好了，皇叔，里边请，咱们叔侄说说话。来人呐，退朝吧。来来来，里边请。